二来卡准点哦，来卡准点。有人可以帮忙吗？来，小孙子的。放轻松，你放轻松，这样很危险哦。放轻松。让人讲，就是有福的人走进去啊，真的进去之后，真的觉得自己是很有福。如果有一次你去接触到的话，你后来对每一个病人，你都会想到说，要缩小自己哈，到他的心坎里面哈。